商有请谭晶的好朋友，解放军通定文工团的青年歌手，就是父亲的演唱者刘和刚。来，有请刘和刚。嗯，你好，何刚。哎，你好，谭晶，你都得陪着，我今天都是你请来的客人，顺便谭晶你好。这个何刚其实和那个谭晶啊，有着很多相同的这个地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他们都是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对，而且都曾经在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当中拿金奖，只不过谭晶拿的是通俗唱法的一等奖，对，何刚拿的是民族唱法的一等奖，所以作为这个同龄人，而且作为是同样有着这个一样的这个艺术追求的年轻人，你觉得你想跟谭晶说些什么呢？我觉着从人来说，我觉着谭晶的确从美丽当中透着一种善良，从善良当中透着一种聪明，从聪明当中透着一种才智。我觉着从专业上来说，我们俩虽然谭晶只比我大20几天，但是我觉着那也是你姐，没错，作为一个大姐来说，我觉得她每走的一步路和她的这些成绩都为我们这些所有的年轻歌手做了一个很好的标杆，我觉得她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呢就应该向她好好的学习，所以说呢在这里我祝愿谭晶越来越好。嗯，你准备明年还是后年也上那金色大厅？明年后年，下辈子吧。可能我想会很快实现这个愿望。如果能金色音乐大厅，咱不去，咱要唱，咱在乔家大院里唱。没错，下次我要来乔家大院开独唱音乐会，然后请毕老师来给我做主持。对啊，你开玩笑呢？一般人请我能来了吗？你我去乔家大院，好，我才过来了。哎，问一个，我不问你了，刘和刚，我问一下你妈。嗯，听说你妈也会唱歌啊？我妈会唱歌。我要是我今天能唱歌，就是必须感谢我妈妈。从遗传的也是我妈妈。从这个教育到现在都是我妈妈。潘青，再问你，问你不是你的问题，你妈。听说你妈也会唱歌啊？是，我妈我爸都会唱歌。这都是巧合呀，怎么巧合太多了。刘和刚的妈妈唱歌唱得相当好，谭晶的妈妈唱歌唱得相当好。对呀，找一天有机会把他两个妈妈喊到星光大道 PK 一下。谢谢毕老师。谢谢你给我。其实谭晶的妈妈今天在现场。对，我都来了。哦，都来了。来，我们先在哪儿，阿姨？给大家这个打个招呼好吗？阿姨你好。哎，爸爸呢？爸爸在当观众。啊，你看这家这张嘴一看就看出来了，这当妈的在台上当接的。你好，你们家有点男尊女卑啊。当妈子在台上，他爹在下边找都找不着人家。对呀，但是这个我觉得刚才既然已经说到了谭晶的妈妈歌唱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听一听。留到最后吧，你也不能留到最后了。我唱不了。他爸爸比我唱得好。是吗？啊，唱一句呢，唱一句没问题啊，唱一句没问题啊。我跟不，那个妈妈不是他妈妈，他就错了啊。到乔家大院啊，我来过已经好几次了，这有规矩，这只要客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必须满足，你要不满足你就跟我一样站着进来爬着出去了啊。大家让谭晶妈妈给唱那么两三句歌就可以了，是不是同意我这个想法呀？因为妈妈太累了，嗓子都哑了，你听啊，嗓子都哑。我陪着我妈妈唱两句。好，来，我们就唱《人说山西好风光》。好，调轻低点，妈妈上不去。万一上不出去，唱不上去啊！他今天在这儿帮忙啊！来，人说山西好风光。水美如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而右手一指西凉。好，谢谢大家。哎呀，太好了，说错了。
好，这连门都没有。哎呀，这个哪像？太棒了啊！这哪像母女啊，是吧？谢谢谭晶啊，我觉得这整个就是舞台姐妹呀、啊，姐妹花。好的，谢谢谭晶的妈妈。那我想接下来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刘和刚啊，小时候唱的第一首歌也是跟他妈妈学的。当然今天可能我们没有机会见到刘和刚的妈妈，我们还是请刘和刚在现场给我们唱首歌吧，好吗？好吗？好的，好的，非常高兴。我觉得真的是来参加谭晶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我觉得一是祝贺，更多的呢，作为一名年轻的歌手，我说更多的是学习。在这里再一次祝愿谭晶永远越来越好。在这里呢，我把一首《欢聚一堂》献给今天来的所有的老师和嘉宾，还有这个在今天所有的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大家一起以最热烈的掌声祝愿谭晶越来越好，好不好？谢谢，谢谢《欢聚一堂》献给在座所有的朋友，祝愿大家永远开心快乐。李老师，您有啥说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刘和刚唱得太好了，欢聚一堂。